今天带大家看看不同的环境下豆豆走路的状态。首先出场的是家里走路的豆豆，他以为我在拍视频，我说我在看电视，渐渐放下顾虑，任意甩起来。接下来是训练室，和叔叔聊得嗨皮，忘乎所以的豆豆。嗯哼，张老师来了。看见张老师就规规矩矩走路的豆豆，此时此刻真想做副张老师的面具戴我脸上。哎，头疼。张豆豆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在屋头是啷个走的？啊？横起走的，为啥子啊？螃蟹吗？你在训练室，张老师没看到你，你是啷个走的？也是横起走。那为啥子张老师看到你都要走得好些？你怕他吗？哎呀，你妈妈哟，你妈妈啷个办咯？